王依依，站起来。上节课让你写女人这一生，你看看你写了什么啊？女人这一生，小时候淘气，长大了淘宝，工作了淘金，结婚了淘米，中年了淘汰，嫁给了渣男就淘命啊！善熊吧，这一天就不学好。你不觉得还少一条吗？这天天上学了还逃课，一天到晚不知道脑子你在想什么。哎，佳老师，为什么爱情里容不下小三呢？你才多大点，还爱情，还小三？我今天就用数学的方式告诉你，这是为什么。假设这个爱情可以容下小三，这个爱情用数字520代表。来，看黑板。看，结果出来了，答案怎么样？这520除以3等于一个7，后面跟着无数个小三，有除不尽的小三，所以这个爱情里是容不下小三的。那怎样才能除尽呢？问得好，只有一生一世的陪伴才能除尽。这个一生一世用数字1314代表。来，所以说1314除以3等于438，你看这完全除尽了吧？哦，我明白了，要想除尽小三啊，那还得是38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善熊吧，你也是来学习的啊！滚后面再听见，让你能。